北京时间7月28日讯，据洛杉矶时报报道，湖人今夏引入詹姆斯后，想要再引进一名超巨，乔治是他们一直想要得到的。但是乔治并没有加入自己的家乡球队，而且选择了与雷霆续约，这让湖人的计划再次打乱。他们努力追求莱昂纳德，但是马刺方面并不想把莱昂纳德交易到西部球队。这次湖人将目光瞄准了全明星小前锋吉米巴特勒，湖人方面已经为巴特勒准备了一份4年 1.35 亿的顶薪合同。巴特勒在下个赛季拥有球员选项，巴特勒不止一次表达了对于球队的不满，尤其是对于唐斯以及维金斯的防守态度。他多次公开发话，认为唐斯与维金斯缺少赢球的信念。巴特勒本身就是一位非常好胜的球员，上个赛季如果不是巴特勒的火线复出，恐怕森林狼打入季后赛都成问题。这位防守悍将非常有希望在下个赛季辅佐詹皇。科比对此也表示，随着湖人的接连引援，紫金王朝将会重新建立。